呀，这有辆车，发现猎物，下面请欣赏我的表演。哎，脚停，快停车，你压着我脚了。我这刚起步，啥情况啊？大爷，你没事吧？我都61了，哪经得起你车这么一压呀？天地良心呐，大爷，当真是我压的吗？要不先去医院查查吧。你看看，我鞋上还有你车的轮胎印呢，医院就不去了，我看咱私了吧。哟呵，你这摆明的是碰瓷儿啊，是不是忘了还有监控这东西了？你看你看啊，你这明明是自己把脚塞车轮底下的，好家伙，还是个惯犯，都2次因为诈骗被刑拘了。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，要碰瓷儿就得对自己狠一点。话说为了碰瓷儿，脚都不想要了，是准备后半辈子都在轮椅上过吧。